承接我们上一集的年菜啊，这一集就要来讲这些年节的零食啊。对，不管是要小度怡情啊，或者是喝茶聊天啊，多少一定少不了这些东西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一个定量的原则，一整碗的白饭是280大卡，我待会帮大家评比一下谁的摄入量最高，谁最低这样。我应该会选开心果。我要豆子，我选凤梨酥。那我就跟你差不多，方块。对对对，感觉对。公布刚刚选择的项目的第一名是开心果，开先生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现在都是以就是像你这样这个一个碟子的量。其实凤梨酥跟 Tenno 基本上是伯仲之间，凤梨酥2块让大家200大卡左右，这一盘开心果也差不多就是200。刚刚说这样大概150-160，最 piece 就是肉质，一片大概20到30大卡。可是我以为海苔。海苔跟肉质是谁啊？海苔呀、啊，海苔比较低，海苔基本上这样子3-4片加起来大概10吧。有跟他谈合作吧？他们这两个是一组的，他热爱南枣核桃的哦。外面的枣泥，因为枣泥热量高，因为它很甜。核桃也是坚果中，坚果对它是油脂类。这两个差不多大概都落在240-250大卡，就大一盘，几乎是一碗白饭。所以他们是第一名哎。还是建议大家，吃这些点心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建议可以配个。建议大家是可以像是用我们今天这样子 demo 的方式，用个小盘子，这一盘吃完了也就是差不多了。我们家如果吃糕点会切一半，很棒哎，对对对，一点吃一点点大福啊，或者是小蛋糕啊，对那对对对，那种糕饼类东西很适合切半，而且切半的话你可以吃很多种口味。那分享完大家喜欢的之后呢，帮大家总结一下，最高热量的是南枣核桃糕跟牛轧糖，对，第一名。再来是凤梨酥和开心果，对，这一组是第二名。那再来就是这个叫方块酥，再来是蛋卷，肉质最后最健康热量最低的就是海苔了。那也是提醒大家，年节零食在吃的时候啊，浅尝即止。今天非常谢谢台购生意阿姨健康诊所营养师林时宜，我们要开始抢零食吃喽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